台大学区正对面，温州街巷弄老公寓林立，纯住宅区满满文教气息。巷弄不宽敞，却有正大安区烫金门牌加持，公寓行情开价也高人一等。市场出现五层楼顶楼户，开价1518万，换算每平要91.3万元。用区域行情来衡量的话，它大概也是可以达到2%的投报率哦。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他愿意，他想要开在这个价码的因素。那再加上，如果他今天是有带租约的情况，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已经有租客在里面承租的话，其实这都会是一个他去吸引这个买方的一个有利的因素。专家研判是看好稳稳投报率，屋主大胆开出高价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贷款条件恐怕不如电梯大楼，老公寓是否真有近百万行情？关键在于银行，那银行端对于大楼产品的贷款的条件、成数跟利率都比较好。摊开老公寓条件，蛋黄区好地段是最大优势，门槛高于银行最担心的15坪，烫金门牌比下屋龄劣势，市场评估可贷7到8成，而且低公设特性，让老屋使用空间可能远远超过全幢坪数，为卖相加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